文化侵蚀，身心善顺啊，随他修善，喜他成就，摄受正法，大精进力，教父布施，济民随喜。文化侵蚀，身心善顺，咱常常听到啊，菩萨互相分享，咱人间菩萨投入灵魂啊，所见所闻，互相来得了分享，彼此呢启发，咱的爱心，这是一个菩萨团体哦。所以啊，咱家己做，家己的感受，欢喜甲别人分享。那看到别人做，听到别人的感受，咱也是对伊欢喜。所以随他修善，伊做咱欢喜，咱做伊随喜。彼此之间啊，看大家人互相啊，安尼伫咧成就，安尼伫咧欢喜，想看这个团体是有偌水呢？这叫做菩萨的团体啦。这大家人拢是接受着正法。有了正法入心嘛，才会当有大精进力。那么有一大群的大义王、别义大师啊，强化来呢，将近五百多人。来到东部华联，这是仁义会第二届的论坛。主办单位呢是咱台北慈济病院。我看到因第一天开始啦，咱六间病院，咱的医疗的。参加教育啊，都安尼一堂一堂的课啊，真正互相分享。伫病院呢，迄种诶合伙团队为患者付出，用生命投入呢病患的生命中去抢救生命，用着迄个真心的爱。疼惜生命的心，团队呢，将迄个鬼门关一个一个甲游转来，而且呢，互因生活得恢复健康，生活品质吼，也有呢。咱的仁义会啊，虽然毋是伫咱医疗体制。内底，不过呢，长久以来呀，都是投入呢，那呢仁义联谊，不管是上山下乡、过海、国际救灾等等啦，甲咱医疗事业呢合二为一啦，一嘛分享啊。山顶啊，无法度好出来的患者，乡下呢，贫困、残障的病人，哦，真多啦，甚至呢，去国外、国际救灾等等的个案啊，真正的重要，
感动人啊，都提出来呢，甲大家人互相分享。看到因安尼，这就是法啦，救人的方法，真实法啦。因呢，伫咱静下，除了呢，听、吸收、咱报告的国际救灾的个案以外啦，啊，就去出坡咯，去蔓草啊，吼，啊，去整理土地啊，不管是医生啊、护理师啊、药师啊、检验师啊，大家人吼，安尼汗流三地啊，下晡时啊，听因来分享这个出坡的心得哦，啊，大家人都讲辛苦吼、哦，是啊，真正辛苦啊。这个、付出虽然是真辛苦，不过听得出因的欢喜啊，听到因安尼在咧分享，无不都是法啦，人间法，尤其是呢人间最最需要的法。那么平时看病人，有时阵呢也来甲大地呢会合啊。体验到这个在天地之间啊，为粮食在咧付出啊，的农夫的感觉吼、哦，体验人间一切吼、哦，那、啊、无不都是法啦。所以文化深信信心善顺，虽然真辛苦，伊嘛做甲真欢喜啊。互相赞叹啊，随他修善啊，互相哦吼，那这种喜他成就，我的分享，你的分享，咱彼此赞叹吼，那接受正法，这拢是正法啦，这叫做大精进力哦。所以呢，教父布施啦，济贫随喜，这嘛就是呢。咱平时虽然富有，虽然生活真好，但是呢，赶快嘛投入吧。咱来看经文的文吼，舍利弗啊，我处法印，为用利益世间果算，在所有方不忘宣传。哈佛陀都安尼讲啊，哎，就是这个法啊，这个法印啊，那就是为着要利益众生，为着世间呐众生呢，可以会当智慧开阔，搁较开阔者，可以会当利益人群，会当较多，搁较多者吼，这都是佛陀。为什么常常会立三宝啊？所说的话，但是希望咱听话，爱听的呢，真实话入心，唔通讲话，开始听无真清楚，啊，就甲散播出去啊。尤其是咱现代啦，这个散播呢，迄、那个。希望的法是足简单的，听到无清楚，写落来呢，安尼就出去啦。这呢，互人曲解误解呀，那曲信误信吼，那就是真危险。这些希望咱会当对人间法啊，爱真用心清楚体会。接下来这段文就阁讲，若有闻者，随喜顶受，当知是人，何为法地？
若有信受此经法者，世人已经见过去佛啦。也就讲，那有人听到这部经吼，哇，有人听到啦，听到这一生实法吼，那会当安尼，会当欢喜啊，虔诚来接受吼。顶受就是接受，咱若是有礼貌，人物件予咱的是，咱恭敬呢奉上啦。在咱的微间呢，这叫做顶受，表示呢真尊敬的意思吼。若人但以信而受，敢若信来受吼，信会。有深信经义的深地，那敢若讲，你有信啊无？有啦，有信啦，敢若是信，安尼念定，安尼也就是表示呢，真简单，啊，就是接受，无用心，无恭敬心啦，亲像安尼呢。也不是真深信，真正的深信啊，就是要顶受恭敬的，把这个烦的恭敬接受来，深深去体会啊，这种的顶受。不是讲哦，安尼你信无？啊信啊信啊，真呢？安尼无够深啦，那无够深呢？这个经的深地啦，咱都无法度去接受着吼，所以咱必定呢爱深入听，听到。迄、那个心入法吼，啊法入心，那行在法中，爱到安尼的程度啦。真呢，唔是干那讲凊彩随喜听，爱亲闻入心啦，才叫做随喜顶受。顶受呢？就是真恭敬的接受，不是干那讲吼，啊，不是叫阮随喜，啊，都甲听，听都甲赞叹都好啊，家己拢无去接触着，安怎听呢？安怎赞叹？拢是虚浮啦。再来讲，当地世人何为法地？那就是讲啊，这个人。已经到不退转了吼，何为不敌啦？那就是不退转的意思。在《法华经》视频呐，啊，敢唔就是安尼？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。那这个不退转呢，就是。何为法地？吼，那这就是修的功德啦。善根呢，那就是愈来愈增加吼，啊，愈来愈精进啦。咱伫咧学佛，咱若会当逐工逐工拢是同款的心情，逐工逐工呢，咱都是安尼。把握时间，时间唔敢浪费。法，咱爱接受，殷勤精进，步步进行。安尼呢，才是真正
所修的功德，功德呢来修，叫做功，外行叫做德，安尼叫做功德啦。来修啊，咱法是爱立心来修啊，唔是干那应付一下吼。善言啊，福业啊，开始啦。逐天来累积啊，要累积善言，要会当造作福业，咱就要长时间啊，不断接受法，立心，则不断呢用咱的法啦、啊、去付出，这种呢法轮相转啦、啊。这不断爱吸收入来，才有法度不断付出法，就是入出入出啊，出入自如。听到这个法呢，会当入咱的心，用在众生的范围，从众生中呢，再吸收法转来。再来听法哦，原来我所做的甲现在讲的是汇合起来啦，这种合成起来的福哦，智慧法，原来呢就是安尼听，安尼感受，安尼做，这个法合成，所以啊，那就是。功德吼，善根啊，愈正愈进吼，愈来愈增加，愈来愈进步啦。绝对呢，无有退失，无有转变吼，这呢叫做不退转，无为法地啦。那亦作不退转，那就是菩萨啦。去掉小性化开宽啦，已经显示了吼，咱已经开始啊，要到菩萨的阶位啦。名就到个这个位置的名吼，那都爱偌久的时间啊，经过一代。无尽积劫修行啊，真久哦。佛陀安尼甲咱讲，希望爱予咱有耐心啊，学到这个无为法地，完全不退转呢。修行呢，爱伫一代无尽积劫，心拢无退转，安尼的修行呢，啊，一劫是偌久啊？过去讲过去啦，吼，一百年减一岁。一直呢，从84000岁减到10岁，安尼叫做一减减，再搁再从10岁，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呢人寿84000岁，安尼叫做一增减，一增减减，20个增减减啊。就是呢，一个中劫，那四个中劫呢，合我来叫做一大劫，要真长久的时间，安尼才会当到达呢，这个无为法地不退转的位置啊。安尼呢，诸多利他，但来用这长久的时间做迄、那个。诸多利他的方法。
吼，所以下面再讲，若有信受此经法者，世人已经见故去佛。啊，佛陀开始呢，要予咱有信心啦，就讲啊，有人若有愿意啦，接受吼。相信，而且要真深信，《法华经》呢是一生实法啦。所以这部经，大家人哪会当呢？愿意深信啦，恭敬接受啦。这部经呢，世人已经见过去佛。这遮的人是无简单呐、啊，遮的人拢是过去成长啊，已经呢见过了真多的佛咯，见过诸佛，听过法，也也受过行哦吼，所以讲如来观现世也。现世，这是在佛陀两千多年前啊，佛陀所面对的众生，啊，大家人讲，一世人会当有缘呐，过来听法，嘿，叫做现世缘。啊，咱即马讲咱嘛是同款呐，咱嘛是过去有缘，咱才会讲吼，好，这个时阵，那伫现场。或者是呢，在咱全省每个道场，现在甲咱大家人共同听法，也阁有较远个哦，也阁有伫大陆啊，也阁有哇真侪个国家，拢伫咧熏花香。哦，现在啦，这个时代呢，咱安尼听经会利益啊。咱大家人拢了解，也嘛就是讲有深信受大法，咱就是已经有深信啦。听经了后呢，咱真深的信解啦，而且呢，当人听法了后，搁再呢发宏愿呐，要来利益众生，这拢是现世益啦。咱现在啦，的利益有听到这本经啦，好，咱甲这本经的精神呢，该合成起来，就是遐尼正混合啊。咱现在敢唔就是伫咧利益人群呢？人间菩萨啦，不断伫咧付出啦，这些东西。现世得到利益的人，得到法益啦，所以如来赞叹吼，啊，搁再呢，搁有如来观过去益吼，啊，过去世。我再甲咱讲，咱看到，唔只是这世人，咱听到经，咱也阁有呢。前世过去无量数劫，咱同款啊，见过佛啦，闻过法啦，这是咱过去呢，已经有安尼的因缘呐，有见佛，有闻法，所以咱这世人啊，咱。来听这本经啊，好像呢，真亲切感冒哦，真亲，好像咱这个经早都伫咱的内心里呐，好亲像这条路呢，
咱早都伫咧行咯，啊，就是因为呢，过去咱有听过法啦，见过佛啦，所以如来观未来得见三宝业吼，咱唔只是现在，今生出世啊，咱也会当安尼把握着未来呀、啊。咱搁再来人间，还是呢三宝具足，唔只是讲吼，咱会当听到法，看到经了定啊，咱得悟佛世啊，这就是未来的利益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咱爱好好用心嘛，所以啊。是诸如来为利益众生，欲令自性立信呐，故说此经吼。这是过去佛佛道懂呐，每一尊佛来到人间，总是爱开宽卡方便法啦，来教育众生。到最后呢？要让大家人相信，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呢都有成佛的亲临地咧。所以到个最后啦，用自性人呢，可以会当通立心呢，伫这《法华经》初经，就是《法华经》吼，那将小乘法立大乘。道路来，各位啊，学佛啊，修行啊，咱必定呢，爱闻法，应该爱深信，爱信心啦，爱随善顺吼，爱好好用心啊，那发入心来呢，咱爱欢喜，而且呢，随他修善，真正是对的呢。咱要好好修啊，甲逐个人呢合群来修吼。那看到别人伫咧修啊，咱呢也爱喜他成就。哈、啊，逐个人拢真赞叹这个人，吼、哦，这真正名副其实。我也应该赞叹。所以啊，咱随他修善，喜他成就啊。咱要好好接受正法，咱要大精进力，而且呢，咱要时时教父布施，济贫随喜，安尼呢，逐天咱拢会真欢喜啦，法喜充满，这爱时时多用心啊。